你自己。嗯，我的名字叫刘怡苑 ，President of Women Girls， President of Kakisani， 然后 CEO of GEMA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vement Association。现在我们来跟乃燕进行一个快问快答。首先，你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？一定喝茶。早睡还是晚睡？我是今天都要早睡，但是都是晚睡的。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？我喜欢晴天，也喜欢雨天。那你喜欢高山还是大海？高山。最喜欢过的节日？8月15就是中秋节。Apple or Android？ Apple， of course， Apple。你是一个好老板吗？一个好老板，是我也是一个好老板的人。你是一个好妈妈吗？一定是一个好妈妈。你最喜欢的运动？就是抱宝宝。我要健康。脉动全民。